七，五，没花，深思熟虑，如何？换啊！我一定换两次的。哇！换出去的又回来。哇！心仪安安。百平。五饼。一饼。什么？四饼。一饼。哇，九饼，七饼，二饼，九，九，六饼，三饼，有，天哪，你走。一饼，五万，你操，还有，那就六千啊，还有五万，懂？刚刚是说，懂？懂？刚才喊爆嘛，你喊爆他就丢出来了、啊，发财，干，六饼，你是抗议犬吗？对碰，你比较小，还对，你比较小。我是金的青庄九台，干，谢谢你，我是我九台十二点。疑难快解 ，Neil 八一五一问说：“请问有一家已经摸到七张花，那我摸到花的花能不能不秀出来，直接放在手牌里，打出一张不是花的，假装没事？这个要看场，因为有些场呢是允许藏花，有些场不允许藏花。那如果在不允许藏花的场下，你这样子做的话，其实就算是一种作弊的行为，可能是要包的，好不好？如果可以的话，那你就藏吧。”这是一种战术。好，有任何问题呢，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哦，我会在下一次的疑难派解告诉大家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